分身其会品第二二十，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，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诸分身地藏菩萨，俱来皆在大力天宫，以如来神力故，各一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诸者，一歌有千万亿那由他书，供持向化来供养佛，比诸同来等悲切因地藏菩萨照花，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，六道受苦暂无休息，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甚是愿故，各获果证，即知道理，心怀踊跃，赞扬如来，目不沾舌。尔时世尊数金色逼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，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，无余五浊尔时教化如是刚强众生，令心调伏舍邪贵真，持有一儿上儿子习哉，无以分身见百一广设犯边，或有立根闻即信收，或有善果勤劝成就，或有暗蹲久化放归，或有业中不生敬仰，如是等辈众生，个个自别分身度脱，或现男子身，或现女人身，或现天龙身，或现神鬼身，或现善林状元，何止全景，利己于人，细节度脱，或现见地身，或现梵王身，或现转轮王身，或现巨士身，或现国王身，或现宰府身，或现灌属身，或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，乃至圣闻、罗汉、必至佛、菩萨等身，而亦化都非但佛身独显其前，汝贯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，其有未调伏者，随业报应，若堕恶趣，受大苦时，汝当一念无在道一天宫，以尽付主，令所国世界之弥勒住世，以来众生，即是持解脱，永离诸苦，遇佛受机尔时，住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，涕泪爱念白疾佛言：
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指引，受过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，我所奉身便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，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，令归净三宝，永离生死，至涅槃乐，当于佛法众所为善知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尘，或毫发许，我见度脱，是获大利，为人受尊，不以后世业众生为虑。如是三白佛言，为人受尊，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虑。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，善哉善哉，无住如洗，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，广度迦毗，即成菩提。嗡哈哈哈，文三摩地梭哈。